当然大家最想关心的是到底哪些地方放了台风假呢？马上帮大家来整理一下。由于大家就知道呢，中台凯米台风呢，它会直扑北台湾而去，所以北台湾毫无意外的包含了像是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县市，通通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。而在苗栗的部分呢，它是在中部地区唯一停止上班上课。换句话说，像是台中市、还有彰化县、云林县、南投县，明天这四个县市是要正常上班上课的。不过特别注意的是哦，在台中市的和平区，和平区这个部分呢，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呢？交由区长自己来做决定。好，那么在南部的地方，包含了嘉义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是停止上班上课的，但是唯独嘉义市明天是要正常上班上课哦，县市情况不一样，所以明天是嘉义县的朋友们停止上班上课，嘉义市的朋友们是要上班上课的。至于在东部地区的部分呢，好，那么在宜兰、花莲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停止上班上课的。台东呢是只有兰屿乡停止上班上课，其他的地方则是要正常的上班上课哦。台东部分呢是只有兰屿停止上班上课，台东其他的地方则是要正常的上班上课。另外在外岛的部分呢，是澎湖、连江停止上班上课，金门的部分呢是要正常的上班上课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明天凯米台风的过程当中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持续发布，那么所最新的停班停课的资讯在目前提供给您。